秀出自己拿到的三倍券，明显比正常版的少了一点。沈先生说，他自己也很错愕。材料第一张是好的，他的排列是好的啦。啊，上尾一张嘛是好的，啊，中间两张是撇起来是安尼啊。沈先生是到超商领了三倍券，开心使用了第一张，没有想到拿出第二张、第三张，竟然就是这个样子。长度应该在四公分左右的三倍券，明显有缺损，一张还看得到五百元的字样，另外一张连序号都没有，剩下一半，这样还能用吗？不收，为什么不收？因为毁损了，这毁损不能收。收了哈，对我们不分。店家是委婉拒收，因为这三倍券实在是破得严重，而负责发售的邮局也爱莫能助。民众拿振兴券来邮局，毁损的振兴券来邮局来兑气是不行的。他纳闷，讲奇怪，哪会安尼？你另外个嘴不缺角啊？透过经济部的网站，注明三倍券有回损，在一定的条件之下，例如残片可以拼合，号码可以辨识，民众还是可以使用。但是沈先生说，他的回损三倍券连尸体都找不到，这样该怎样处理呢？PO网寻求大家帮忙，希望可以减少损失。三立新闻朱俊杰、朱雨荣，屏东报道。